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现在在码头上，又要出去收大网了。今天的风浪也很大的，看看有没有大货的。哦，浪打一声。哎呀，真，前面个脚步破了，破了一个洞。我要修补一下。哎，一条鳗鱼，什么 ？LM。哇，大鱼大鱼，看到吧？哇，好，有三个，哎，哦，哦，好大一条鱼啊！感觉没什么活力的。哦，几十斤的，哇，这一大了，哎，哦，龙胆鱼，哇，这么沉，啊，龙胆，那龙胆鱼，哦，人家这条鱼是昨天早上进去的，很早就进去了，身上还有伤呢，看尾巴，看一下，哦，这条是养殖的。如果是那个野生的，像这种浅点啊，这些是淡黄色的，这条是养殖的，可能是鱼排跑出来的，你在养殖区太大了，养殖区里面跑出来的。哦，还啊，好像没活力了，这条鱼好像没什么活力。然后先收收一下，现在硬骨鳗鱼。很小，啊，还不错，啊，金骨鱼，哦，还有墨鱼，也挺大的，今天货不错，昨天的风很大啊，还有好多虾，啊，嗯，啊，现在给你们一吃了，还有这南瓜蟹，啊，挺大的。这网也有好多货，不错，哇，挺不错的，哇，好多鱼。大鱼大虾，还有好多乌鱼头，然后乌鱼头又喜欢跳，你看都跳到船上了。哇，这今天这条也有一条金骨鱼，这条就有点大了。好，差不多差不多了，慢慢引的，慢慢引，有点摇摇晃晃。哦，哎，这条一斤重啊，金骨鱼啊，好大的，这刺也很多的，啊，比你们鱼还多呢，这个刺。这种鱼也是金骨鱼，不过这种鱼，像这种金骨鱼是养不大的，然后你看品种也是金骨鱼啊，挺漂亮的啊，可以当宠物养的。八爪鱼，啊，大皮鱼，嗯，又是一条大皮鱼，挺大的，今天货是不错，收获挺多的，虾，
因为昨天的风浪挺大的嘛。宠物鱼其实几条小泥门的就放掉了。好了，也不挑了，赶快回去卖那条大的，回鱼排再挑了。回到一排了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这周这一碗，看这墨鱼很漂亮的，然后就这一条，这条鱼可能是昨天早上就进去了，然后这鱼就特别凶猛嘛，要不就从一排往箱里边就直接转出来，要不就在自己的碗里边乱窜的，才会伤这么重，然后没什么活力。然后一只蓝花蟹，操！夹到了，夹到我的脚趾。一个八爪鱼，你看，活蹦乱跳，看吧。好了，还有一条八皮鱼，挺大的啊。然后，这条小金骨鱼就养起来，这条有点大了，就可以上市场卖了。你看，有一斤多重了，挺不错的。这个先用拿个袋子玩起来，称一下。这条太小了，放掉了。小乌头，那个小乌头有点小嘛，又不能吃，有点小的就放掉。这乌头可以长大的。是啊，长大的，一过段时间就大了。刚才联系收货的老板过来嘛，好好好。1400，1400，今天这条就卖了1400块钱吧，然后还有一些杂鱼啊，有点大的，老婆就拿去市场上卖了。然后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我是阿勋，喜欢看港海的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